让你们担心了，放个小歌曲。这首歌是我今天打车的时候路上听到的一首歌，就突然感觉很感慨。这首歌的名字叫《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》，送给你们。最近让你们担心了，真的。我知道这两天呢，明明确实没有过多的跟你们去说一些消息，或者是跟你们说话，你们确实也挺担心我的动态，包括都是唯一能看到的，就是可能在店里，可能能找到我一些网络，我也在这个网群里啊，或者是社交平台上说的这话比较少一点，但是我都在看啊，然后今天也是，所以说呢，就是大家呢也，我知道你们。都是理解的哈，所以说呢，大家也不要再去说，怎么了？咱们都开心点啊，开心点。对，明明还是之前的明明啊，明明还是之前的明明。